玩特集時間3:28。夏天差不多嚟，其實可以話今年都基本上冇冬天，因為你所謂嘅冬，喂，有冇嘢？個燈棘住咗。唔知點解走喺個石度咯，重多嘅，崩咗。即係你成日呢一月幾嗰時，一二三月嗰陣時都係又熱，所以基本上都唔似冬天。但係呢個夏天我基本上最中意呢個季節，不過其實都最注意一點咧，就係一夏天嗰陣時候就會有好多蚊患，你都知道一定會有一個叫登革熱。登革熱係由一隻蚊叫白文衣蚊傳染嘅。蚊患誒屋企又有啊，你知蚊喺入水環境底下滋生嘅，咁所以話一睇蚊患嘅話，就諗翻起。每次瞓覺嗰陣都要開蚊香瞓覺，你唔開蚊香瞓覺，基本上係好難瞓得著，好似上次咁樣，係咁俾蚊滋擾，跟住滋擾到，再加上我嗰日翻學嘅，瞓覺之後，所以話基本上我係嘈，都係瞓唔著，跟住一睇個時間5:00，跟住即係就瞓唔著，我6:00先瞓。7:00就起身，瞓得過一個鐘啊！甚至仲有一樣嘢嘅，除咗話要防蚊之外，仲有一樣嘢，就係出街嗰時候，你注意識飛嘅黑色嘅好細只隻蟻，因為都係夏天比較多。好似我咁，我先頭著嘅橙色衫去食飯，跟住翻返嚟之後，我見到我背脊有好多嗰啲黑色嘅蚊黐喺度，跟住我咪撲走之後又有好多，因為呢啲蚊都係俾嗰啲鮮豔嘅顏色吸引住嘅，咁所以我都係唔著嗰啲嘢算。咁特別就係如果你行啲草叢嘅地方，一定好多蟻。如果跑步冇草嘅應該係得運動場，咁但係我唔係跑運動場。不過課成咧好多嗰啲蟻嘅，基本上我係拍走曬，甚至我見到我舊年去跑河邊嗰陣，次次跑翻河邊，跟住見到成地所有好多黑色嗰啲蟻黐住咗，跟住我又即刻彈翻走佢，次次都有。跑河邊嗰時，因為你都知道河邊好多草好多樹，你基本上差唔多啊，真係嘅喺成個河邊由天成苑到嗰個天行村嗰度，都係全部路都係有樹有草嘅，冇一笪地方係冇嘅。佢所以話嗰個地方好野蚊，最野蚊就係一啲有樹嘅地方就係臭河。臭我就一定好多蚊，因為我跑過啊嘛，我有經驗嘅基本上，原本就話。我記得話要做一個化嗰個功課，佢話琴日 deadline， 琴日11:59之前 deadline， 咁但係我就醒起唔記得做，於是問我 friend， 佢就俾答我，但係當我後屘開嗰個教室去做嗰陣時候，做唔到，因為那個功課已經喺早喺琴日 deadline， 佢就唔俾人再做，再寫啲答案上去，
意思是说你零分就零分了，写不到了。接着就说走得零分啊，无所谓的，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做嘅啫。咁加埋佢，功课零分零分，我真系唔记得做嘅。如果佢話應該，如果聽日繼續得考嘅，如果聽日考 DSE 嘅話，跟住睇下同咩做。因為你出去嘅話，出去嗰個排球場嗰度體育堂，我有機會即係同你手啲考生去考試。咁但係體育堂咩做？一係就可以打羽毛球，一係就打籃球。一日就坐喺度，嗰個就問佢可唔可以跑，因為好簡單，跑步人唔會發聲。先去 K S 食嘢，我哋星期日都系食嘢，睇到几多多菲佣喺度。跟住之后去二乐食银座间啊，见到之前楼嗰个位置都已经封咗夹板嘅，佢成个银座基本上系装修，因为原本之前就系大厦占咗两间铺位，然之后可以上楼梯嘅，上个电梯就系呢个。西亞，不過依家都冇咗，西亞就搬咗去賽馬會嗰度。我記得 Miss 琴日講話，做喺舊年嗰陣歷屆 DSE 地理科試題嘅話，秒咗曬啦。跟住之後憑自己數討論，呢個基因改造作物可否舒緩該基方平衡問題。跟住之後佢話鋪咗兩個考生喺舊年寫舊年 DSE 寫嘅嘢，半個鐘頭寫四五版。
啊，佢話人哋啊半個鐘頭寫四五版，你咧，你哋咧寫幾多版啊？半個鐘。我心諗正常啊，我見佢啲作我放落之後即刻睇，見佢啲字係潦係真係好潦草嘅。咁基本上正常嘅，咁你因為你寫得急，所以咪啲字咪潦啲咯。所以我基本上都睇唔明。所以基本上都係料啲係正常，咁我都係著寫正佳多啲，所以我基本上係淨寫一版本啫。不過有冇咁無聊基本上？佢要做一個城市功課，其實基本上做完嘅，因為嗰份功課同上次測驗嗰度一模一樣，題目都一樣，資料都一樣，咁所以我又可以抄手啲 marking scheme 嘅答案。咁但係佢話，凡係抄一題一個 point 嘅呢個 marking scheme， 一定要加一句例子喎，加一句解釋喎。咁我淨係抄啲例子，首先咩，但我冇個例子咯。我係全部，我淨係抄曬 marking scheme 啲答案嘅，跟住做完啦。幾勁！